老板，哎，你好。来给我看我这几个银元，简单看能卖多少钱？你这可不少啊，而且全部都是盒子币。对，老板，我也是个苍蝇。哎，你给我看看现在出手的话，管值多少钱？好，我给你看一下吧。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你这为什么要出手啊？这不是俺一个玩的好的兄弟吗？嗯。然后他碰见事了。哦。然后我想叫他卖了，哎，帮他。哦，那这样说的话，你跟你这个兄弟关系一定非常好。那肯定是非常好的。说实话，我从小时候在俺家住五六年，白吃白喝。然后后来我创业，需要钱的时候吧，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我，连亲人都没有。哦。然后他将他车卖了，然后给我支持5万块钱，支持我创业。哦，那确实关系非常好。就是因为他支持我嘛。嗯。然后我事业现在是小有成就，小有成就吧，但是你知道做生意这个资金这个压力比较大。对。所以这个钱暂时赚不过来。我才想点子叫这个出手卖了换钱帮他。说实话，一生中能得到这样一位好兄弟啊，确实是一个幸事。还有啊，你看像咱玩手上了，说实话，德行最重要，滴水之恩都当涌泉相报。我给你看一下你这银元的状态吧。好嘞。啊，首先啊，我刚才看过了，你这都是精品，有23年。你看你这钻光、黄、宝浆都特别漂亮，还有这个5把的中发。都不错，确实是自己手上的。然后啊，老哥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最近的话银元有所回落，你现在出手会不会有点不合适了？老板，你说的对，这没事儿。说实话，这是我以前收藏的，以前收藏它都是现在说回落一点，对我影响不大，我出手也是赚。那是的，你之前收藏的确实涨过价了，已经是。你等着，嗯，你都给我按正常的市场回收价，你请该收手。中，我给你看一下吧。然后我这看到你这有一个究竟三倍这么区分吧。首先质地比较纤细，发丝精密，这个弧质呢是垂直的，背面呢开芒，然后不缺小细枝，这是究竟三倍。究竟三倍的话没有究竟贵，你这刚好有一个中发，可以给你对比一下。很简单，怎么区分中发和精发？你看这个中发呢，胡须呈 S 型，这个是垂直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发没有究竟贵。然后看一下你其他的吧。然后我刚才看到你有个四川龙，这个状态都是不错的。这个是甘肃版也有些回落，但是还是比普通版要贵，这个状态不错。你这还有一个22年的，22年的话比23年要贵得多了，因为22年的数量比较稀少。你这都不错，确实是自己的产品，这要一下出完吗？确实一下出完，刚才我也跟你说了，这钱都在压资金上了，然后这所以说这才打这个主意嘛。这里我预算是不够了，如果不够的话是吧，我叫俺家的房子卖了，我也得去换钱。哎，老哥，你说实话，确实够轻易，因为我们做生意啊，接触过太多的人。用一句网络调侃话吧，大部分都是做兄弟在心中，有事电话打不通。你这个能用积蓄、这个银元还有这个房子卖了帮朋友的，确实少见，给你点个赞。做人咱得知道感恩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。其实收藏银元就是用来应急用的，难道我留着还叫他吃了吗？对，老哥说的对。老哥，我刚才都看过了，你这些说实话都属于精品了，确实应该是这些年的珍藏。是嘞，说实话，这都没啥事儿啊。把俺兄弟才是第一位，等明儿我有钱了，这都管随便再买。你这个行为啊，确实很好。咱都常有嘛，讲究的就是德行。等一下我给你估高一点。这期钱的话，老哥，说实话，现在是我啊卖了太可惜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保存1个月，你那边资金如果说抽出来了嘞，你到时候给我发小红包，你再拿走，走吧。中，拜托了，先谢谢老板。没事。